来关注一条轻松一点的消息，韩国鸟叔的《江南 Style》风靡全球，而很快呢，就是西方的圣诞节了。英国驻阿富汗的一群士兵，他们就十分的有创意，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，跳起了别具特色的《江南 Style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，之后将进一段广告，广告回来有留学带来的精彩读报。江南 Style。